五年前，古老的魔神封印突然解开，魔将穷奇意图夺取地形上的六种元素能量核，复活邪神虚无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人类被卷入了一场浩劫当中，普通的攻击对他们丝毫不起作用。在绝望之中，我遇见了能运用元素力量战斗的超星龙骑，他们能召唤出强大的元素战甲对抗魔将。同时，在各地的水、金、风、雷、土元素皇殿也相继被唤醒。那场战役中，以魔将夺取元素核的计划失败而告终，而我的人生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爸，我送外卖去。8月25日，天气晴，今天也没有发现魔兽出没的踪迹，关注我们，安全出门。外卖即将超时，外卖即将超时，外卖即将超时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别叫了。弄脏我的衣服，赔钱。明明是你自己装在瓶子上的。看来还得给你点颜色瞧瞧。你这家伙是谁？先生，您的外卖到了，热辣滚烫的烧烤鸡翅。烫？烧烤？烫死我了！哇，就你逞英雄是吧？我就看看你是英雄还是狗熊。哎，不关我事儿啊。走了走了。我已经报警喽，警察叔叔马上就到。你可恶的家伙，你给我等着。欺软怕硬的胆小鬼，放心，已经没事儿。人呢？外卖即将超时，外卖即将超时，外卖即将超时。完蛋完蛋，超时了。为了这些自私的人，值得吗？终于来了吗？齿轮已经开始转动，这次的你又会如何选择命运呢？外卖都超时了，知道吗？都凉了怎么吃啊？我们店的烧烤鸡翅就算凉了也很好吃。真的不要了吗？那我就有口福了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，老爸的烧烤技术太厉害了。这股强大的能量难道……恐怕情况比五年前更糟糕。哦、这家伙又在碰瓷，有没有点心意啊？是魔将，魔将！这个城市便是魔气所指之地。虚无大人有令，火元素皇殿就隐藏在这个城市，找到并摧毁火元素皇殿，夺取火元素核。只要集齐六种元素核，虚无大人就可以再次复活。那就掘地三尺把它找出来吧，风刃魔爪。战士，虎之电战士，
虽然金之剑战士性格古怪，但我相信他会出现的。呀，说人人道，老头抬举，起身降临，出来吧，神速国王。你去他噩梦，我只认你重生，看正与魔神是战神，吵醒龙骑自我力量燃烧的眼神。炽热，趁勇猛，为正义最感动的人。地火云雷霆啸浪，大地暴风狂，以金刚不破战黑暗。一战浪潮翻滚，啸浪极电王，豪将苍穹，暴风极电王，铁甲金身，金刚极电王，坚如磐石，大地极电王。穷奇大人，我们来对付他们就够了。哎呜呀！小偷吗？小心！快离开大楼！我拉住你了，你还好吗？努力坚持住啊！王立成，可恶，飞行技能太难对付了。这个家伙的力气比我还要大。头味道不错，还有吗？当然还有，我怕你吃撑了。闪耀夜雨，你还好吗？努力坚持住啊！还有人被埋。救我！求求你救救我！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求求你，别丢下我！你是最后一个，每个人的生命都同样宝贵，我不会见死不救的。谢谢，谢谢你。遭到更严重的破坏。启阳，冰雪飓风，看来
你还是做出了同样的选择。你们的力量就这混沌魔炮，只是后悔逃雾同人魔爪啊！怎么别忘了你的对手是我。拉你小心，好强的力量。火元素黄变还没现实，燕之殿战士一直还没苏醒，这场仗果然只能靠我自己了。再帮你们一次吧。手指宝，住手！无心力锁，还有一只臭虫子。快，我困不了他多久。你终于来了。可恶！这是什么地方？难道我……啊！渺小的人类！人类？你说我吗？愚蠢！除了你还有别人吗？那倒也是，我哪里蠢？在之前大家只说我天真，从来没有说我蠢的。用自己这么宝贵的生命去救那些冷漠的人。你是既蠢又笨的。你是说那些人都得救了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那个糟心的小骗子也没事是吧？那我没白死了。自己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，你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爱惜，简直愚蠢至极。才不是，就是因为我爱惜自己的生命，所以才同样珍惜别人的生命。愚蠢。你看，他作为电战士原本可以救你，但你在他眼中太渺小了，他选择牺牲你。还有他们，明明有能力却总是观望，独善其身。还有这些人贪婪。好啊，就你逞英雄是吧？我就看看你是英雄还是狗熊。自私，得给你点颜色瞧瞧。我已经报警喽，警察叔叔马上就到。人呢？冷漠。不关我事儿啊。走了走了。这样的人类值得保护吗？你根本不了解人类。什么？愚蠢，愚蠢，简直愚蠢至极。全部消失吧。别怕，我们一定会没事的，放心。大家撑住，一定要坚持住。爱的能量是可以传递的，这样的人类不是值得守护吗？不知好歹。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用你救的人换你一命，你愿意吗？根本不用选择，每个人的生命都同样宝贵。用你救的人换你一命，你愿意吗？每个人生命同样宝贵，每个人生命同样宝贵，同样宝贵，同样宝贵。火云巨剑王，保护这些自私的人类值得吗？可能我也被感染了吧。我觉得值得。坚持你的倔强吧。等你很久了。
间作战吧。那是什么？是火元素皇殿？难道是？魏婴，是他吗？竟然是他，火元素继承者！哎，爹爹，终于苏醒了！可恶！饕餮，给我毁灭火元素皇殿！破坏光束！以元素之心为誓，以钢铁之躯为证，从此刻起，你就是火元素能量的继承者。啊、超级龙骑，舞动变身。燃尽黑暗，剑定开，剑之剑战士。耀辉，喊出我的名字。火焰燃尽。神降临，我云七帝王，火焰燃尽，我云七帝王。电王苏醒，元素能量全部得到解放了。哇，我感觉到了源源不断的能量，这感觉太温暖了。先把敌人击退。他们的力量突然变得非常强，忘了虚无大人的命令了吗？把那个火云机电王毁掉。混沌火法快放肆。走啊。哼，不自量力。喂，你们结束了吗？什么？还愣着干嘛？都给我上，消灭他们。风刃魔爪，到我了。凝药烈焰。城市所有人，教训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！魔将，这是我们的城市，不许乱来！不自量力！万圣天柱！动不了了，爹！你们现在还不是四魔将的对手，暂时借给你们我的能量吧。怎么回事？这就是元素共鸣吗？上啊，火云机电王！融合我们的能量，给我狠狠地揍飞他们！耀辉，举起剑！血焰燃尽，烈焰滔天，激情燃烧吧！别吓人！未来一定会改变的。